台北市大同区这一处路口，一名外送员疑似没有遵守灯号，直接左转走到警方拦下。眼看远景就要开单，外送员不满，双方在路口大声争吵。你按手的时候，这是执行绿灯。你好了吗？ 你讲还没还没还没，我不要，来看一下看一下，除了绿灯之外，你几点下班？来左转绿灯，你几点下班？我不需要回答你这个，我要赚你的身份，我要赚你的身份。身份要打我，他现在打我。只见外送员拿起手机反拍远景，更一度大声嚷嚷说警察打人。双方越吵越大声，而外送员还呛虾：我要自己领导，谢谢，拜拜。没事的，你看，这就是台湾的警察啦。疑似违规，外送员不认错，还大声嚷嚷嘲笑远景。事后把画面po网，他指控远景打人，但整段画面。 只见远景开完单后就离开现场，似乎也没有打人的动作。是否是远景找茬？大同分局也表示将会调查，厘清真相。